Sore? Hmm? Sore? No, not really sore. You good? You good? It was good. He looks tired. Huh? He looks tired. Thank you.
No, that they got quite a lot.真的，你有吗？我们练完，还好，还 OK， 不严重。 吃鸡啊，吃鸡王。
那凯翔他要跑步哦，凯翔，凯翔，凯翔，对，先你们先借过一下。拉过来一点。要推，你还要跳吗？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明年再用。落地旋转很多不行，没关系，平常我再把它放下，把它收回去。可以了吧？帮他放松完再。好。The last one is take the muscle. Make sure the front landing is right. No little sore. Alright, make sure this.Maybe you can make sure from the trainer by bar. If you can return to play tomorrow, with I plan on playing.
What? You gotta learn it. I'm learning. You want? Huh? You want? Stay in Taiwan. Huh? You stay in Taiwan. Don't go back. Every season you don't go back. Stay in Taiwan to learn this and learn the Chinese. And come back. Take we. Okay, take us. Never. You can be the manager for us. You don't need to learn, and you can become rich.照你们好了，照你们，让我们见识一下基隆吃鸡王的厉害。你们最后还渊哥在球队啊？最后还渊四渊还在球队、啊？对。因为我们昨天回来的时候，你有去吗？去哪里？立定。没有。你有去吗？我们这么乖，一定不会去的、啊，跟你一样。拍谁的？拍他。谁的直播？十六个而已。再来。人家晚上吧。啊。人家晚上。晚上直播什么 ？Life。啊，对他们现在睡觉啊。他们是晚上直播、啊。Live， 换你啊，想想。对啊。啊？They want to on the live on your Instagram。The Yulong Best Shooter.
他们有一个伤口，那鼻子这边。第二礼拜六的时候，被眼镜打到。我还一直流啊。他被眼镜看不太到的，还是被裁判抓到？啊，抓到什么？哦，没有啊，下来的时候才帮他擦的啦。他被那个谁布拉拐一拐。It's hurt. 哈哈 No, you need to rest one more day. It's too quick. No, you, you feel good, of course, but you need to make sure your tissues grow up. Yeah. Yeah, so you need to rest maybe half day. Thank you. Don't tell the other force man. Don't tell the No. Don't tell the Fula, okay? No sim. Hide him.
have to see him.有时候自己要放牌好啦，来喝的就是最后大醉来说，就不要动了。最近也不要弄好几个次。啊？最近也好几个次。好，会不会就直接就不来了？他是扭到脚的。他昨天踩到裁判。左脚。 现在重点不是我，是另外一位老兄他。陈先生。对，陈先生他到底有没有空？有没有起床的？他其实我也不知道。哎，你今天都没接 case 啊？ 李医师我也不想跟啊，李医师我也没跟他去过，因为我觉得那个就这样，就是李医师就很明显就是去你来我就把你打到完就走了，就这样子，我觉得他感觉不会有下什么诊断或者那个，很多都是没检查，我觉得没检查就那边没有去的，对啊，就你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啊。
你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啊，就 no no this is the other program yeah he's the master of this program so I want to learn to him怎么了？怎么找？你上一次课50分钟这样子、啊。哦，好好好，我不知道，我们以前是就是进去自己开到爽啊。哦，好像比较快。在弄，你先回家。然后，家也不好拆。还有那个什么，冷冻蔬菜啊，冷冻蔬菜再加一点那个蘑菇进去啦。蘑菇吃掉了，对对对，那就再加。有香菇，好啊好啊，然后之后我肯定要拿下来退冰。好啊，然后我下午3点可能要去那个带念哥看医生。大概快12点吧。没有，拜拜。他昨天说那个点很紧。李德威，李德威，李德威，在那边看。对啊，李德威，李德威，李德威起床了。可以跟你学吗？开个价。开什么价就行。没有你开价，不行，你花钱去学，我要花钱跟你学。我真的。你把直播放下来，赶快来播。啊？没有，我想要，就是说，我说真的啦，就你开，就我们一个时间，然后。我知道，所以我就是想要，就是有一个时间，然后我可以付费，没有关系，没有，我说真的啦，没有，这个就要另外谈，就是说付费，然后就是你真的一个时间，然后我跟你学这样子，对，对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就你帮我，就我跟你 order 每个礼拜一个时间或2个时间，然后。你看费用多少钱，我没有关系，然后没有，真的没有，我说真的啦，然后我跟你学呀。以后我就主攻，因为我最想就是可以把选排球队的现在的黑圈来打上，然后就可以说有新人可以下一个球队，现在就有位置。我知道啊，对啊。就死啊，对啊，那我也是觉得说，我想再多学一点东西啦，而且就是，可是现在你知道，要等到外面开课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而且有些又是 for PT， 你对啊，你没办法去学啊。
觉得就是往外面走，因为台湾就是这样子而已，也不知道台湾就这样子啊。目前做你做这个市场可以，然后如果我们再结合训练，我觉得就是一对一个人训练，甚至是三到五个人的团体小训练。对啊，自己做开心，然后你成长也快。对啊，对啊，我也是有，我最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啊。可以啊，一起看热情。要啦，那我说真的，我真的说呢，可以，以后终身让你抽，看抽几趴都可以，终身让你抽几趴都可以。然后因为你比较忙啊，就是看你约个时间。可以啊，然后就是球队的个案，你就可以有空的话，我们一起，就是我用我的想法，然后你可以听看，然后对。可是就是像这一套的手法啊，或者是这样，就是会就是一定讲，然后带着你做，或者像那天是有这样。因为我也想说，如果我去学 NKT 这样子的话，我也想说，如果我花钱去学这些东西。球队一般我不会拿出来用，因为我意思是说，我既然花了这个钱跟，就是我不属于这不属于你的资产，那要不要用在我个人？啊，为什么要用？为什么我要？就是我领了这样子的钱，然后我必须去全部的人对。而且我就想说，假设会了，假设我学的这些，我不管是这个还是什么，就是我可以不要做篮球啊，我去问棒球，就是我有空的时候，我就去棒球抓一两个 case 去弄。可是我最后想一个问题是，要接应该是接棒球打者，不要接棒球投手。因为投手，你怕太松，感觉变了，或者说，其实不会啊，所以你要先固定好，对，固定好它的原本长怎么样，可是要有时间变成说，像庭前那样，就是你四个礼拜你就可以。要有，等于是什么东西都没有重新打造。最近玩，他最近状况就不会太差。对啊，对啊。就是说要中途你放松了，可是他跟你说，哦，我什么东西不见了，也不是我负责嘛，因为你找我是负责放松啊，对啊，我不会负责，因为你训练是训练啊，对啊。但我是觉得训练可以做啦，只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去，就是让人家觉得，就是不是一套的，就是不是说你跟我你，就不是说你请我来做这个，然后我就一定要把你带训练这样。So call him the master. Really magic. Yeah. No pen? No? Okay. And you touch? Okay.
转身传球，他也只是觉得怪怪，就是这边痛，然后就是酸酸痛痛紧紧，没有走没有，然后做，我帮他做 jaw test， 照理说 jaw test 如果断掉他会保护吗？完全没有，他连那个恐慌感都没有。那些脚之前开过刀又断了，就掀不开啊，掀不开、啊。This is the other program. The teacher come to Taiwan and started. Hey, 那个是在美国吗？那个主创办人？我是把好几个弄在一起想之前。你是把 NKT 跟什么？
Crazy. Chinese kung fu. Crazy. Cause I really rolled my ankle yesterday in the game, like bad. And now I'm like, no pain when I'm jumping, no pain when I'm squatting. Nathaniel, nothing. That's crazy, man.